嘉义市仁义社区发展协会17号举办北门联合歌唱比赛，开放北门联合里八在地社区爱唱歌的民众报名参加，上台来展现歌艺。主办单位表示，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，鼓励居民培养正当的休闲活动，以歌会友，来增进生活的乐趣。参加比赛的选手充满自信，站上舞台，透过家己的歌声，传达出歌曲意境和情感。唔那是台语歌曲，毛经典的国语歌曲，真正展现歌唱技巧和情感。即届由仁义社区发展协会所举办的北门联合歌唱比赛，真侪民众拢是第一届来参加。除了透过活动丰富家己的日常生活，也真欢喜会当以歌会友，实在爱唱歌的朋友。啊，老丁里阿欧里吼，林松林义吼，啊，佮有中村，啊，佮有阿欧，哦，啊，佮有北门吼，八里吼，啊，来参加的人数呢，拢总有20个人报名吼，啊，大家拢非常用着一个真快乐的心情吼来唱歌，啊，非常呢，感谢呢，咱的议员吼，咱的黄英智议员呢，咱的黄思清议员，咱的陈家平，咱的副大伟议员吼，啊，拢到现场吼，啊，包括即届呢。啊，比赛即个里吼，咱即个里长呢，啊，咱的中生里啊，黄春美里长吼，啊，甲咱的老丁里徐雪贤里长，甲咱的后里吼洪学富里长吼，啊，林生里呢，咱的林进贤里长吼，等等的里长方拢有到位吼，啊，来参加因的里面的比赛呢，啊，来跟鼓励吼，啊，来跟赞声吼，啊，唱歌呢，当然比赛是一个过程吼，名次并不真重要吼，最主要呢是把这个快乐的心情吼，啊，带给大家。伫咧歌唱比赛现场吸引侪侪的社区居民前来欣赏。国民党嘉义市立委候选人张秀华和侪侪议员、里长嘛拢亲自到场为选手来加油。看到刚刚李明的这个唱歌的这个展现的一个成果，哇，真的大家都唱得很棒哈！我想唱歌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啊，举办这样子的活动呢哈，会当和咱的里面大家互相联谊，不但是家己本里，佮会当跨里的联。那唱歌呢哈，啊，我都有讲过，会当予咱练丹田，唱歌会当予咱的身体健康，唱歌呢吼会当啊，像今仔日这样呢，大家互相出来交朋友。那我们这样子举办的活动呢，很有意义哈。刚刚看到大家唱歌的水准哦，无输吼专业的歌星哈。地方的社区自发性举办小型的歌唱比赛，除了介意唱歌的民众有机会站上舞台唱歌给大家听，也提供给在地居民走出家门，互相熟悉交流，联络情感的场合和机会。最新新闻，赵定顺、王秀山、嘉义市彩虹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！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， 一起加入我们吧！